我怎么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？哎，整个脑袋昏昏沉沉的。哎，我并不喜欢林州的夏天，也热又吵杂，就像两年前那个夏天一样。哎，我不用回忆那时候发生的事，有时候我甚至感觉那段记忆并不属于我自己。比起这个，还是耳边的闹钟更加令人烦躁。哎，先去把它关上吧。哦，这是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但我并不喜欢。她从来都不知道我喜欢什么。炎凉跟普普，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在六峰山顶拍下这张照片。等等，背后那是……是我看眼花吗？照片背景有两个人掉下去了。我现在要都要配音还是做惊悚表情？可以放大吗？对嘛，刚刚弹跳而已，在那边吓人。门外什么声音？妈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妈？去房间外面看看，到底是谁来家里来了？奥数比赛颁奖那天，爸爸没来，就妈妈请人家来陪我颁奖。他看起来异常的高兴。炎凉，普普，今天是我生日吗？朝阳哥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我的愿望是……我还没有说完，他们怎么把电话给挂断了？不过今天正是我生日吗？我怎么完全不记得这回事？客厅那边的餐桌上好像有光影在晃动，过去看看吧。好像听见普普的声音，我又出现幻觉了吗？蛋糕并没有坏掉啊，可是生日蜡烛却变成诡异的黑色。是妈妈给我准备的生日蛋糕吗？可是从起床到现在，我都没有见到它。
我好像听见电视机打开的声音。妈，是你在那里吗？昨日，六峰山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东升已被警方拘捕。据悉，嫌犯张东升曾是一名少年宫代课老师，平日为人温和，备受家长好评，却因一己私欲残忍杀死多名受害者。具体案情，警方将在进一步调查后公布，本台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。电视新闻提到你的罪犯张东升是我参加奥数培训班的授课老师啊，他平常看上去很温和，但谁能想到他竟然犯下那个可怕的罪行？厨房怎么突然打开了？里面的光线被打完。哎呀！之前听到的是爸爸和妈妈的说话，可听他总觉得不太对劲。真的是他们吗？妈，是你吗？厨房这么暗，怎么不开灯？原来那个豆豆的声音是从他那边发出来的。你不是已经朱朝阳，你终究还是变成了我。你想干嘛？你逼我？你还怕什么？我帮了你，你应该好好感谢我才对。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这个家吗？妈妈管束你，爸爸抛弃你，你王瑶阿姨和妹妹还合伙欺负你，根本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，他们只会利用你，欺骗你。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颜良和普普，你的好朋友。我曾经和你说过，相信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胡说，他们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，你和我也不例外。张东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这样对老师说话可真是太没有礼貌了。那些瞧不起我的人，知道我秘密的人，已经都被我杀了，包括你的家人和朋友们。你撒谎，我爸妈还有爹娘和婆婆他们在哪里？你想见他们吗？只可惜他们全都死了。现在轮到你了。这是我家吗？这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快跑，他追过来了。
我的人生全都被你们毁了，你们也要为此付出代价。不，不要。做一个很可怕的噩梦，吓我一身冷汗。可我怎么一醒来，我就全忘了。好，我喜欢的月球仪，上面藏了一个有趣的机关。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，撕下这页日历，就代表真的代表假期真的开始了。7月13号，暑假的第一天。窗那边有玻璃碎的声音。窗外有个踢球的小孩，把邻居家的窗户打破了。隐隐约约能听见堕落的声音，真的让我觉得莫名的害怕。难道又是？这是我颁奖时拍的照片。那天妈妈非常高兴，我没有让她失望。原本这个照片不能看。家里还是这样，明明已经熟悉，不能再熟悉。可我总觉得奇怪，像是在梦里发生过一样。厨房里传来堕落的声音。是妈妈在那里吗？朝阳，你起来了。今天是放暑假的第一天，学习一样不能松懈，知道吗？现在你的同学们都在悄悄使劲呢，你可不能落了下风。假期到了，景区最近特别忙，妈妈不能天天在家陪你，你也要自觉，别光想着玩。知道了，妈。好了，快去洗漱吧，妈给你准备好了早饭。朝阳，妈妈让你先去洗漱，你进厨房干什么？妈妈怎么一直跟着我啊？真让我有点难受。我妈好恐怖。哎呦，有镜子，镜子最恐怖了。是什么？先拿。我最讨厌这种方式的，有什么东西可以点吗？动滑鼠哦，妈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可以自己。朝阳，照顾好你是妈妈的责任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妈妈才会一辈子陪着你，对你好。上初中以后，妈妈对我管束越来越严格，甚至一些小事都完全听从她的安排。
朝阳，你想去哪儿？早饭还没吃呢，别光想着出去玩。妈，明天我能买点别的吃吗？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外面那些油条馅饼不健康，你想吃什么就和妈妈说，妈妈给你做。知道了，妈。不想喝牛奶。妈特地给你订的牛奶，快趁热喝，多喝牛奶长得高。朝阳，在家好好学习，妈得赶紧去上班了。好，再见，妈。想看会电视，但妈妈要是知道，肯定会不高兴。算了，我还是先回去写作业吧。终于睡醒了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别怕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影子，不会伤害你的。你看起来像狐狸影子。是的，不过我是最懂你的狐狸。你的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，我可以一清二楚。怎么可能？我不信。比如，你刚刚就在想看会儿电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又怕妈妈发现了，会生气。我没有。好吧，好吧，你没有。不过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，看会儿电视放松一下，绝对不会耽误学习的，对吧？你这么聪明，一学就会，不像那个总是嫉妒你的女同学叶迟敏那样，就算熬夜学习，也总是屈居你之后。对你来说，书本上那点知识太简单了。快乐是多么珍贵呀！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并不多，按照自己真正的想法去做吧。刚刚那个狐狸从哪冒出来的？他让我按自己的想法去做，也许我可以先去看看电视。哎，不是啊，你看到一只狐狸影子，你都不会先惊讶，想说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你现在跟我说，还这么冷静说，哦，我先去看看电视好了。太冷静了吧，国中生，你太冷静了哦。我国中看到这件事情，我应该吓疯吧。家庭故事，妈妈在家的时候喜欢看这种杂志，而我会用这个文章里的道理教育我。可以翻吗？不行。景区，妈妈在右峰山景区上班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忙的时候会住在景区，特别辛苦。周春红，朱朝阳在学校刻苦，成绩优异，身为班主任一直非常认同他的聪慧跟勤奋。不过在学习之余，希望家长能够鼓励孩子和同学交流，互帮互助，在集体的海洋中茁壮成长。王老师，你费心了，相信你也认同一个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，朝阳一直刻苦努力，从不想让家长跟老师操心，只要成绩稳定，其他都是小事。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准备一个联络本，方便老师跟家长及时沟通。这应该是指说团体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啦，不是只有成绩优异这件事情啦。87201-2102，还可以翻，对不对？最近朱朝阳和其他同学产生一些摩擦，这件事被我知道以后，已经找他们谈过话了。
我觉得这些孩子身上都有一些问题，家长给重视起来，有空再找好子好孩子好好聊聊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有些孩子其实我们照样成绩好，而经常给老师给我们打些小报告冤枉他，他们的问题不是更大吗？老师，你应该去找那些孩子父母谈谈，而不是纵容他们背后说的坏话。赵阳妈妈，我理解你的想法。其实赵阳是内向的孩子，几乎不跟其他同学来往，同学们也不爱跟他玩。我倒是希望他能合群一些，这样对他的成长有所帮助。谢谢王老师的建议，但我作为家长还是希望老师工作重心放孩子学业上，交朋友是进入社会才做的事。其实我还真怕赵阳和一些坏小孩瞎玩耽误了学习。哎，突然觉得我自己生长的家庭并不会这样子。当然，家长还是会怕你误交坏朋友啊。但我爸妈是不会特别这样子啊。这个我觉得是，如果这件事情交朋友这件事情放到进入社会之后才做的话，有些人连交朋友都不知道怎么交，尤其是女朋友。没事，我很坚强。吃个梨子，有这么一个拼图，正方形跟三角形，这个可以看吗？不行，它不能翻。哦，电池，好电池。所以刚才独角在看那个照片，后面有人掉下去是这件事情，就是推岳父母推下山崖这样子。然后被朱朝阳拍一下作案过程，哦，然后他们要30万巨款呢，哦，这个描述应该是真的吧 ？OK。把电池拔下来。好，欢迎收看早间新闻。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，目前警方已在当事人带领下在崖底找到了两位坠崖老人的遗骸，两位死者均为本市人，夫妻关系。本次出行由女婿张某趁休息带二老来六峰山游玩，未想到惨剧在眼前发生。六峰山有人坠崖了，总觉得这件事好像以前发生过。谢谢爸，我很想玩，但我不知道妈妈放在哪里了。你妈没给你，我就猜她会这样。爸爸偷偷告诉你，肯定锁在电视柜里了，你找找。可是我没有电视柜钥匙啊。那个锁早就坏了，你找个小卡子，敲两下就开了。那我试试。对了爸，上次你说带我去。瑶瑶，先不聊了，爸正忙着呢，又有电话打进来了。现在你该听谁的话呢？是听爸爸的去敲开柜子，还是听妈妈的回去乖乖学习，装作不知道有这个礼物呢？你怎么又出来了？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啊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我是来帮你的呀。有了我，你就能实现你所有的愿望。愿望？没错，我知道你的愿望，我知道你最想要的。我没有愿望。你总是这么胆小，不敢正视你自己的内心。
难道你不想要快乐和自由吗？我，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这款游戏机吗？班里同学都有，你却从来没玩过。打开它，这是爸爸送的礼物。爸爸希望你能做个开心的孩子，与同学们有共同话题，有更多的朋友。快走开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做吧，去做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。他又不见了。爸爸难得送我礼物，我还是想打开看看。晚点再学习吧。这个吧，嘿嘿。恭喜你又拿了奥数比赛第一名，爸爸特别高兴，特意给你买了一个新款游戏机作为奖励。以后学习累了就玩一会儿，要学会劳逸结合。嗯，这个爸爸开明多了。这是爸爸送给我新款游戏机耶，还是先玩一小回，先玩一小回，再回去写作业吧。是 PSP 吗？很像 PSP 耶。对啊，就是 PSP。啊，拔电池。啊，我真聪明。小鸡历险记与狐狸的冒险，真的可以玩游戏。控制小鸡，瞄准狐狸，同时也需要躲避狐狸。Space 发射狮子打坏狐狸的雨伞，狐狸会坠落身亡。获得相机后，发射相机开始发射轨迹上的所有狐狸。哦，哦，好。哦，这很像以前那个任天堂的游戏。哦，一直用都对哦，会玩的。啊，我怎么知道哪个是相机，哪个是狮子？哦，看他手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看到，我要打13只狐狸是不是？其实要打那个伞，而不是打那个。2只，啊，玩多久？请问一下，玩到破台吗？吃这个吗？
哥哥。都没发现。妈妈每天上班这么辛苦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撬开柜子玩了一天游戏机？不是，是爸打来告诉我。是不是你爸教你撬的锁？你是个学生，他教你这些东西是想害死你吗？不是的，爸爸说只奖励我奥数比赛得第一名啊。你比赛得第一名的时候他来了吗？他来了吗？还不是妈妈请假陪着你？你学校的活动家长会他什么时候参加过？妈，别说了。既然你这么不懂事儿，那就别怪妈妈。朝阳，你要知道，妈妈才是最爱你的人，你也是妈妈的全部希望。好好听话，妈妈不怕你犯错，妈妈愿意陪着你，直到你做对了为止。妈，你要干什么？原来妈妈是奇异博士。好，时光倒流。假如时光倒流，为什么你要代替你爹？我隐约记得妈妈拨动的手表，现在感觉头痛欲裂。完全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。爸爸妈给我游戏怎么睡了？难道这一切不是梦？可是我觉得刚才剧情就是要被发现。乐园习题，英语听力，作文练习。我现在不想写作业。同学录，肚子疼，帅哥，性别是帅哥，生日13月32号，有13月的吗？是乱写的吧？叶慈女哦，就是那个另外一个聪明的女生。对同学们都这么整，在老师面前装乖。他肯定不把上好学生评给你，能考第一，也许是因为坐第一排。七个小矮人之首被你莫属。颜良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虽然我们读同一个初中，祝我们友谊长存。上华哦，有趣的机关里，什么密码在我房间？为什么在你房间还要去找？你今天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呐。呀，游戏机被妈妈摔坏了。我不想再看见你，要不是你，要不是我，你根本都不敢撬开柜子拿到它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谁让你总是不给我机会把话说完？我可以让你享受快乐与自由的同时，还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责。我不会再相信你的，骗子！朝阳，你怎么还待在房间里，在磨蹭什么？妈，我这就出去。昨天的妈妈生气，竟然还按照她要求做吧。所以密码是什么？今天还是12号啊。哦，13号了，因为时光倒流啊！因为我玻璃吹到的声音，我记得我昨天也听到了。哎，
那个月球也是昨天才能点，可是昨天没有任何的事，不是昨天啊。啊，我没看到照片。哎呦，朝阳，你怎么才起来？饭都要凉了。妈，那个游戏机怎么摔坏了？我问你话呢，今天为什么起那么晚？早晨头有点疼，我以后早点起。朝阳，身体不舒服就和妈妈说，不行我就请个假在家照顾你。不用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游戏机已经坏了，今天就别光想着玩了，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，别再让妈妈失望了，知道吗？回答我的话。我会听你的话，不会让你失望。这就对了。好儿子，饭放在桌子上了，洗漱完赶紧去吃。朝阳，起床第一。那怎么又跟着我？妈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快点洗，洗完赶紧去吃饭。哦，又要看我了。有些事情好像是就是前一天才能点，后面点都来不及了，是这样吗？哦，怎么这边也贴了一个暑期计划表？搓搓眼睛，搓搓鼻子，我搓，然后妈妈又出现了。哎，妈妈没出现，妈妈一直在我后面。朝阳，妈妈叫你去吃饭，你没听见吗？妈，这几天我不想喝牛奶。你不是说班里同学都笑话你，你一直想长高吗？听话，赶紧喝了。朝阳，放了假，功课也别落下，记得按照妈妈安排的计划表去做，做事情要有条有理。嗯，对了妈，景区最近出事了吗？不管你的事儿，你只管在家好好学习就行。好了，妈先去上班了。妈，再见。今天确实不对劲，除了妈妈以外，发生一切都跟昨天太像了。我记得昨天吃完饭的时候也去看电视，我应该再确认一下电视节目。又是暑期计划表。这边都一样。可以进房间吗？不行，我是不是真的被循环的？对，你被循环的。暑期计划表。又是暑期计划表。按照顺序完成。欢迎收看早间新闻。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。这是不是坏了？新闻和昨天的一模一样，还出现诡异动画片。难道我真要过了一次七月十三日？瑶瑶，我在这里，我应该死吧？你快看，我喜欢，是死
那个游戏机。你妈没死，我就死回人了。爸，告诉你，肯定不在电视啊，你知不知道？爸，你怎么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这句话你昨天说过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很害怕。喂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爸爸跟昨天说一模一样的话？你的时间被循环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因为妈妈的手表吗？是的，这次你要不要听听我的建议？咱们今天先好好的玩一场，只要留出一点时间把作业完成就行了。这种事你不是早就得心应手了吗？不，我不会相信你的，我要去做作业。你可真听话呀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光凭这样是没有办法挣脱这一切的。好了，乖小孩，你去乖乖的学习吧，我会在旁边看着你的好戏。你是不是在恐吓我？感觉是。按照顺序。乐题习题，音听作文练习。为什么妈妈的照片的脸一直换呢？这正方形，它作为一个这个标记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习题，聆听作文。哦，照顺序吗？从左至右好了。嗯，然后嘞，这样有差吗？交换位置是，我刚刚不是排好了？而且少了少了三跟一耶，还有八。退出去再进来就又变掉，又变回来了。嗯，为什么？那倒过来耶。没什么反应。那如果按照高低咧？没怎么差哦。嗯，差哪里？看不懂。哎，有图案呢，真的有图案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哦，看到，看到了。有图案了，我看到了。我刚没仔细看。这样子有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要在这里。排图案，哦，上面的阿拉伯数字是一串密码，25497。哦，哎，感谢，观众还是很强，25497。谁要写作业啊？拜托，先解密码，先存档，应当不能存。
五，二五四九七，他不能直接用点的，要弄大了。不用怕了，打开。啊，我的作文本竟然被我锁起来了。主席乐园，这个要先写。我还要写这个。根据前面的图形推理出空白方框正确的图形。点击日期，按交交作业。跟我、哦哦，我最讨厌这种了。哦，这还算简单，这个是很简单的逻辑。赶快帮我啊！赶快帮我写作业，这应该是全部出来吧？你知道有些科技公司考那个逻辑题，我觉得有些根本没有规则，我根本看不出来，我就觉得那好难哦。没关系，像这种就很简单，慢慢出来。这个是两根都往右边移动，移动一点点，移动一点点。也就是说，另外一个会掉出去嘛？这个长的还是会在留在上面，所以应该是 B 吧？是吧？还有，椅子下面有人在说谎，说谎的一定是谁？哦，最讨厌这种了。完了，这我真的不会了。我最讨厌这个，下面有人在说谎，说谎的一定是谁？哦，这要弄，这个我要弄纸笔写，我才有办法推出来。这样弄推的啊。假说乙在说谎，乙说丙在说谎，丙说甲乙都在说谎。我是这样推的啊。好，那假设乙是说谎的人，然后乙说谎是说丙在说谎，那。反过来讲，就是丙没有在说谎，丙是真话。那丙说甲跟乙都在说谎，那也不对啊，因为甲是真的，他没在说谎。那他说乙在说谎，是吗？还是怪怪的。如果丙说谎的话，代表甲乙都是说真话。那甲是说乙在说谎，哎，怎么？我在自己被自己逻辑打劫。好，我选乙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这样的想法没有错，就是假设乙是说谎的人，他说那丙应该说真话了啊。那甲乙都他说他却说甲乙都在说谎，那甲不能选啊。但是因为甲跟乙没有在互相说，也就是说，应该说甲是说乙，然后乙是说丙，那一定是有一个人在骗笑，哎，对吧？好，是这样。好，再来下面一个，只有一个人说真话，凶手是谁 ？OK， 一样，再假设一次，凶手不是我。我记得这个好像有题目可以找，凶手不是我。好，假设他说的是真话的话。只有一个人说真话，这个就，因为他这边是写啊，说谎的人一定是谁，也就是说说谎的人可能有两个，说谎的人可能有两个啦，因为他没有说一个，你看下面只有说一个人，也就是说这个题目可能有两个人说谎。好，那下面这个是一个人说真话的话，那凶手是谁？那就一样再推一次嘛。假是说真话，凶手不是我哦。好，那其他人说谎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乙说凶手是丁，啊，说谎不是丁。丙说凶手是乙，他在说谎，凶手不是乙。然后所以说凶手是丁，凶手也不是丁。凶手不是丁，凶手不是乙。丁说我没有杀人，凶手
凶手不是丁，凶手不是乙，那凶手是谁？啊，好乱啊，好乱啊！你看嘛，假设甲是说真话嘛，凶手不是我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我在想什么？凶手他说真话，但是反过来乙是说丁，但是丁不是嘛？然后他说凶手是乙，凶手不是乙啊？那凶手不是乙，乱讲话，对不对？然后丁说我没有杀人，那意思是说我有杀人喽？啊，就反过来嘛，也就是说我有杀人喽？是丁说谎没错嘛？是吧？是这样推的吗？好，然后再换乙。乙是说，乙说真话，凶手是丁，啊，其他人说谎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刚刚选甲对不对？甲是说真话，是其他人说反话。凶手是丁，凶手不是丁，凶手不是乙，我有杀人。那就，这好像怪怪的哈，好像逻辑不对。凶手不是我是真话的话。对，这样好像怪怪的。凶手不是丁，然后可是丁却说我有杀人，因为他是反过来，因为假设他是说真话。好，那假设凶手是丁是真话，凶手是我，我有杀人，那就这两个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丙是说凶手是乙是真话，其他人是反过来的，凶手不是丁，凶手是我。我有杀人，那不对，又怪怪的。好，假设丁是真话，我没有杀人，凶手不是我，凶手是他，凶手不是丁，凶手不是乙。Yes， 推出来了，丁，简单呐、啊，虽然花了很多时间。题目问是谁是凶手，也就是说，丁是说真话的人，我没有杀人，凶手不是我，凶手是他，是甲，所以一开始误打误撞选对了。错，我选错，这不是D，不是甲。哎，不对，我觉得这个是甲没错。哦，也是写完日期代表是对的。也就是说，是，你看，哎，是我说谎，这个是错的吗？哎，哎，真的是丁哎，还是丙哎？博人要厉害，博人要厉害。博人厉害，我们逻辑大王博人哥，所以下面这个是对的嘛？我们刚刚差点选错，你看嘛，我就说我推论是对的，你要用假设法，先假设他是说真话，再去推其他人的话。好，再来，英语听力哦，完蛋了，英语听力我不行，啊，怎么放进去？哦，打开，大家有用过这个吗？拍谁拍谁？怎么办？英文要靠大家了，我英文超烂的。该唱吗？完了，仔细听。会不会突然吓我？好，哦，这样都做完是不是？哦哦，太棒了，不用答题，太棒了。作文练习，这个音乐太诡异了吧？好，这个什么？好，这是什么？笛卡尔跟公主的爱情故事，拓页图片完成排序。不久后完工。
阿娇。应该是穷困潦倒被人家相遇之类的吧。也是这个。迪卡尔穷困潦倒落魄街头，公主与迪卡尔相遇偶遇，善良的公主同迪卡尔公主帮助迪卡尔让他免于饥饿，于是迪卡尔向公主展示了天赋，公主为之折服，是吧 ？Yes， 对，童话跟现实什么意思？哦哦，下一个。哦，然后谈恋爱是不是？日久生情，两人堕入爱河。遭到无方的非议，无端非议的公主就成为像迪卡尔中，就是迪卡尔对公主的背叛，感性会在去寒河中，公主伤心欲绝，从此只身未嫁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哎、欸，这个已经是最后面了。多一考几分？我根本没考多一。这不是招入宫吗？反过来吗？我当然知道不行啊！他想说奇怪怎么会错，感觉是这样吧？监狱一定是跟着后面的啊，知道吗？先申请再入宫。不是、欸，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写反了。啊？我这样卡了。哦，他可以换啊！干杯七哦！哦，这什么？这谁知道？搞半天，这可以换啊。也就是说，我先照啊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先，我们先照正常的排序。哇哩嘞嘞！刚刚那个是童话故事，创造心形曲线，向所有人展示对望者。第二，爱上年轻美丽的公主。国王得知公主已经将迪卡宫监狱跟他死在狱中，因此前向就表示，而公主却遭遇亲密。我靠，太难了吧！哦、啊，也就是说不一样啦，也就是不一样，也就是说他可以转换跟之前的方式，所以就是要自己看那个排序。迪卡尔爱上年轻的美丽公主，迪卡尔爱而不得，创造新型。现在向所有人展示公主爱意。国王得知，这应该不是。遭到无双非议的公主，然后沉在迪卡尔光禄监狱中。第二个死在狱中，因为写下他心里表示爱意。迪卡尔对公主背叛，他没有在一起。然后那个公主却早已，对，
怎么办？我还是觉得很难。把三改成国王，国王得知公主，可是他们这样没有谈恋爱啊。感觉是这样。公安德州将第二宫入狱中，然后第二在监狱中临死前写下心诀，把公主伤心欲绝，从此只身回家。这样才对，这样才对。好，答对了，花了一堆时间答对了。感觉还是会被骂，照那个狐狸讲的话。我的好朋友，朝阳，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颜良，普普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遇到那些事之后，我们就从福利院逃了出来。一路上饥一顿饱一顿的，和流浪汉差不多。早上实在太饿了，就去加油站。朝阳，能不能让普普用一下你家电话？可以啊。谢谢朝阳哥哥。你们在加油站发生什么事了？嗨，也没什么的。早上我们在加油站饿得不行了，就拿了他们两个面包。大不了以后有钱了再还给他们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还是等普普回来再吃吧。你们到底为什么从福利院跑出来了？唉，普普的弟弟生病了，需要用很多钱做手术。我和普普为了筹钱就跑出来了。普普家里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儿，父母都不在了。他在福利院里还总是被坏人欺负，我们过得都很辛苦。这事你可别跟普普提，每次我一说他准生气。朝阳，如果阿姨今天不回来的话，能不能让我们住一晚？我们实在没地方能去了。要不然普普住一晚也行，他有哮喘病，这一路上好几次发病，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。可是我怕我妈。颜良哥，你就别为难朝阳哥哥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朝阳哥，我永远记得那时我们一起去六峰山的快乐时光。你放心，你的秘密我也会永远替你守住的。六峰山秘密？普普，你在说什么？颜良，普普，应该让他们吃点东西再走的。普普说的秘密是什么？我总觉得自己忘了很重要的事。瞧瞧，这是谁来了？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最好的朋友？你有朋友吗？
其实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他们，对吧？你们各自都有秘密，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毕竟，人都是自私的。你苦笑，他不能做这样的朋友。真是这样吗？朝阳，妈妈回来了。学习一天累了吧？妈买了鱼回来，今晚给你做鱼吃。朱朝阳，你给我过来。妈，怎么了？桌子上这两个饮料杯是怎么回事？你让谁进来了？朱朝阳，你是不是又和那两个坏小孩一起玩了？不，他们不是坏小孩，他们是我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他们害你害的还不够吗？朱朝阳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记性？妈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两年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肯听话？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完作业了，我只是想像别的同学一样有自己的朋友。我这么辛辛苦苦的养育你，可你的表现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妈，还来啊？请问要玩几次？还来呀？好痛！我是不是又活到这一天呢？哎呦，妈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今天是不是又回到七月十三日了？朝阳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，但是我的耐心有限。如果你还是这么不懂事儿，那我只好陪你一直过这一天，一次不行就一百次，直到你做好为止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我不想再过这一天了。可是今天爷娘跟婆婆还是会来，到时候我该怎么办？朝阳，你是好孩子，你一直都是妈妈的好儿子，妈妈是相信你的。妈，我会听你的话。我就问，我还是被妈妈困在这里一天，困在这一天。对啊，七博士，好，洗脸，洗脸，洗脸，让我们先洗脸。这么一个小孩啊，洗脸啊，啊，洗脸，洗脸，啊，洗脸，洗脸，啊，洗脸，洗脸。那再玩多久啦？这梗要玩多久？戳眼睛，干！直接在后面，吓死我！妈，我自己能洗脸，不用你帮我洗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把妈妈当外人了是不是？我有恐怖了。激量记忆替身攻击。我想要那个手表，可以给我那个手表吗？这样子，我去买这个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时光倒流，回到前一天再重新买一次，好吗？或是买股票，我要，我需要。妈妈知道你已经吃腻了烧麦，等过了今天，妈再给你做点别的吃。我有办法过今天吗？好，谢谢妈。把牛奶喝光，妈妈自己都不舍得喝，别浪费了。我有办法过了今天吗？朝阳 ，Hello， 阿青。妈妈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吧？你换个角度多为妈妈想想。
你是知道应该怎么做的，对吧？你别怪妈妈，妈妈一番苦心都是为了你，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未来。妈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好孩子，妈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。我先去上班了。阿姨不是。妈妈爱你，朝阳。情绪勒索，妈妈的情绪勒索我。拜托，阿姨不是说要陪我一整天吗？啊，我刚刚那个题目我还在做一次，是不是？那个题目我们还在做一次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刚才发现，朝阳。昨天我就说过，做一个乖孩子是没有用的。看看你这一副可怜样儿。怎么，今天气得说不出话了？我知道你有多累，每天都在做违心的事，说违心的话，连做点喜欢的事都要小心翼翼的，一点不如意就会受到你妈妈的责罚。你甚至把自己催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乖小孩，以为迎合妈妈的期待就可以顺利的度过每一天，可你原本就不用去承受这一切。你就应该去追求你心里的渴望，做一切你想要做的事，不对吗？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你爸爸电话快打来了，去接他的电话吧。不过你真的能忍受每天都听着你爸和你说同样的话吗？那个声音越来越模糊了。爸，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好好听我说话？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了。你想不想修好爸爸送你的游戏机？想。这就对了，那可是你一直想要的礼物啊。可是要是被妈妈发现，她肯定要让我再待这一天。让妈妈永远也发现不了，不就行了吗？她不让你玩游戏机，你偷偷玩完之后放回原位。他不让你和坏小孩玩，等他们走了之后，你就抹去他们来过的痕迹。这对你来说不是很简单吗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当然了，你既成为了妈妈的乖小孩，又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简直两全其美。听起来蛮合理的。你是聪明的孩子，你早晚会想明白的。这边都一样，不想看。遥控，电视机那个不见了。每个妈妈想拥有的一款手表，拥有它让时光不再被虚度。恭喜你被选为内测体验用户，诚邀你体验金童手表。我也好想要哦，这个手表可以给我吗？
这边有一个菱形的东西，我拿到是正方形跟三角形。嗯，这还要解谜哦。哎，这个电视剧是这样演的吗？哎，这个东西一直没发现。啊，我怎么修？胶带可以连好荧幕吗？四块拼图，哎，我就有三块。那我还差一个。另外一个在哪里啊 ？OK， 又不写作业了，很好，不用再写一次了。按钮哦，在这里 ，Start。那好嘞，怎么修？粘这个，我把它撕掉，再粘。最好是交大可以修荧幕了，骗我。过一会儿，炎阳跟普普就该来找我了，赶快把作业写完吧。作业写完了，今天完成的很快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炎阳跟普普应该快来了。有敲门声，他们来了。我想去找那个积木，还是积木不在这一天？朝阳，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阴阳婆婆，你们来了。一样的话再讲一次。遇到那些事儿之后，我们就从福利院逃了出来。你们这一路应该挺不容易的吧？快点吃东西，要不是我妈一会儿就回来，我真想留你们住这里。没关系的，朝阳哥，我们总能找到地方住的。朝阳，能不能让普普用一下你家电话？用吧。谢谢朝阳哥哥。喂，刘阿姨，我是月普，能让星星接个电话吗？炎阳，你还记得我们那次我们去六峰山玩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们那次玩的可开心了，还得谢谢你从你爸爸那里拿来的相机。相机？什么相机？朝阳，你忘了吗？那可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。妮好像知道些什么，我想问他。顺着他的话问。三个人秘密是和相机有关吧？那天我们还拍摄到一些画面，对吧？对，就在我们一起上小白船的时候，拍下了张东升杀人的经过。朝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是什么？我好像想起了一些不用回忆的事。没事就好。自从少年宫那件事之后，你就总这样。上次还突然流鼻血。
这种灵宫又发生什么事？我得想办法让爷娘告诉我才行。其实那天你也在对吧？那件事也跟你有关吗？当然和我没关系了。我那天赶到的时候，你妹妹就已经浑身是血的躺在那里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三个人在校门口碰面，就赶紧走了。具体怎么回事，我真不知道。那我的秘密还没有打听到。你弟弟怎么样了？他的病情恶化了，领养他的家人没有钱给他做手术，我很担心他。手术费需要多少钱？他们说还要30万，咱们再想想办法吧。哦，所以用30万要求张东升就是这样来的。朝阳哥，谢谢你招待我们，我们得走了。赶快收拾。 我想拿他不让我拿，我先存。朝阳啊朝阳，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话？我说了什么？你说过你最后悔的事就是给他们开了门，可是再来一次你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呀。我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？被我遗忘的事情到底是什么？时间不多了，我赶紧把东西收拾好，免得被妈妈发现。过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姨娘、婆婆还有碰过其他东西，去检查一下吧。电话，电话被弄脏的，这妈妈还没回来，把它擦干净。朝阳，今天你没给那些坏小孩开门吧？没有，我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。我们朝阳真棒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变回妈妈最引以为傲的好孩子。在家学习一天了，休息会儿吧，妈妈给你买了鱼，一会儿做鱼吃。好，谢谢妈。看来护理说的没错，只要不让妈妈发现就好。妈妈好像把什么东西掉地上了。一张时光手表的订购通知单，这是妈妈带来那款表吧？妈，当初为什么订购这款手表？只是为了管教我吗？想不到吧？对啊，你应该先怀疑为什么会时光倒流吧？这个下刀的速度，
前几次都是没过完这一天都被妈妈重置，今天终于可以写日记了。日记本是我的秘密，为了不让妈妈看见，我把钥匙藏到一个机关里。为什么这个正方形啊？不太懂，是指顺序的意思吗？可是那个密码，我觉得按照顺序。为什么是右上？先随便放，反正就四个。十字右下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不是苹果。对啊，自己机关自己开就好了，因为我帮他解，是故意的嘛。这样。为什么你知道答案呢、啊？笔记本。啊，秘，这个记事本应该，日记本应该有秘密了。爸年轻时候想当水手，少年宫写作文吧，父爱跟家庭，可是我觉得心里酸酸的。我知道有记号，可是记号是顺序的意思吗？下周期末考试，我已经复习两遍，这考试神龙就问，这么麻烦，最帅像你倒一身水，一边哭跟老师污蔑我。最后一科考完，这个方法不错，我不出意外第一名。放学后奖励自己跟一会的课外书，是我喜欢的笛卡尔传，笛卡尔真是天才。成绩出来果然拿第一，那成绩叶慈敏气的鼻子都歪了。放学的时候看到我的纸团，故意往地上扔纸团，他的心态不好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没了吗？好，没了。哦，博人聪明哎，很会观察，我都吓得要死了。哇，这日记写这些事情，被看到还得了？真的被无限重置。无限阅读，2007年7月13日晴，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完了。还真的被发现了。笑死，被发现了啦，还是12号啊？笨死了！瞧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
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，让大人看到他们想看的就行了。现在你愿意相信我了吧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出现在这？我一直沉睡在一个隐秘的角落，是你心里的声音把我唤醒了。你总是压抑自己，很久都没有开心过了。而我是来帮你的，只有听我的，按我说的做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快乐。我才是你真正的朋友，最了解你的人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会相信我的。现在好好享受新的一天吧。九九地震觉醒是九九的梗吗？不是啊，十三号死掉。今天十三号有多东西，我还缺一些模型。好暗。朝阳，妈妈单位有点急事，得早点走。早饭给你做了清炒苦瓜，放在厨房了，洗漱完记得吃啊。妈，我不想在早晨吃苦瓜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再说了，夏天吃苦瓜对身体好，乖乖把早饭吃了，别让妈妈上班还要为你操心。好，好吧。今天天气不好，看样子是刮台风要下雨了，没什么事就别出门了啊。知道了，妈，你路上小心。处理掉，吐掉什么意思？吃掉还是倒掉？好暗哦，毛巾。哦，好，这是我们哦，洗脸店，每次都洗脸的时候被吓人，我就知道这个镜子就是会吓人，很烦哎、欸，这种。这种悬疑游戏我最讨厌就是看镜子的。哎，强力胶，哎，什么意思呢？强力胶，粘东西。这个都一样。林州日报，三名少年卷入林州莲花山的案。对，现在还好了，看来是有吓人的。那孩子服从管教，是你的孩子是否遭受了确切知道？你和孩子说感觉身体不适，未出现异常。有啊，孩子感觉不适啊。水果化了，哎，真的哎。基本，今年第七号台风幽灵正在登陆我国。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测，
右岭有可能通过宁州登陆，穿过浙州入海。从14号开始，未来几天将会为我市带来狂风暴雨，也请公众和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。感觉是啊，我自己觉得是。超暗。吃苦跟吃苦还两回事，妈妈并不这样认为。谢爸爸，我有时间。等一会儿啊，在前门口见，爸爸去接你。要不台风来，不让出门吗？好的，爸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，你应该会喜欢。太好了，可以跟爸爸出去玩。我赶快把船模拼好送给他。今天天气这么糟，我真的能和爸爸一起游泳吗？不是，爸爸也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天气这么不好的地方，这么不好的时候约人家？不管，只要能见到爸爸就好。赶快把床给拼好，找到零件，我还要找零件。哎，看不到，零件在哪？不是这个，零件，零件应该在房间里吧？胶水，哦，我有胶水，其他零件呢？不在这。14号。都不在这。留了白色的液体，白色的液体喷出。啊，都浇了很多水啊，所以这个水它都快死掉了。在哪里啊？为什么放在这里啊？好，零件找到了。哒哒哒哒，拼好的床模看起来可正气吧？爸爸肯定喜欢它的。电视怎么打开啊？朝阳，我到了，快下来，爸爸在车里等你。好，好爸，我这就下去。靠腰嘞，呵呵，傻小，呵呵。
吓死人了！那个头，头还没看，我终于结束了。啊，好好奇到底怎样？背后灵，惊死人！好了，我们做完到这边，感觉这款还算 OK 啦，不会到很难，除了那个暑假作业，暑假作业卡最久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游戏。那这款是试玩版，大家可以去玩玩看。那 Steam 什么时候发呢？还不知道。那就这样，到时候出了再看要不要买，好吧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